又来冲我粉了。奇亚籽的藕粉啊，那个孕妇可以喝的啊。我今天有人问我孕妇能喝吗，我说可以喝，然后立马下面就有人评论说孕妇不能喝，孕妇是可以喝的啊。奇亚籽的坚果藕粉孕妇可以喝啊，能喝就给你们说的能喝，不能喝就是不能喝啊。这款的话是甜的啊，然后这个是颗粒状，不需要加冷水稀释啊，直接冲就行。随便拍一罐的话送杯和勺。